晚，亲娘子，你先坐着，我再去拿点酒。好。你是不是后来偷偷又去见他了？见谁啊？还能有谁？萧润、长恒？没有啊。那他怎么把你的画像画得那么清楚？我怎么知道？自从上元夜之后，我就再也没有见过他。再说了，消除他记忆的事情不是你亲自去办了吗？你自己没弄好，干嘛还要来问我？算了，见没见过也无所谓了。本座都把他的记忆给消除了，他居然还记得你，你们两个可真是缘分不浅。月尊大人，你少贼喊捉贼，那你呢？上元夜那天，你对婉清娘子做了什么？她现在可是把你挂在心头上了，张口闭口都是你。我什么也没做呀。哼，鬼才相信呢。你现在可是人家婉清娘子心心念念的梦中人，刚才还苦苦哀求我，拜托我许你呢。你怎么样？是不是心里很得意？杜方兄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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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别转移话题啊，我看你才是当画中仙当上瘾了吧。谁当上瘾了？明明就是你自己心里开心。谁当上瘾了？杜方兄。杜方兄。兰花娘子，你在哪儿啊？杜方兄。怎么办？我怎么知道？杰里呢？他的计划又是失败了，做事了。兰花娘子，兰花娘子，你在哪儿？完蛋了，不能让他看见你，否则我们的计划全完了。你快走，快走。